欢迎来到凯英科技的数位看板专业方案介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数位看板专业方案的产品架构。凯英科技的 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为数位看板专业方案的核心，结合出色的工业级硬体与专业软体。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可独立作业，显示播放器内所设定之内容，满足大多数小规模的数位看板的需求。数位看板专业方案的另一个关键成员是 CMSSE 伺服器，其全面的功能和高效的管理系统帮助使用者可以群组管理 SMP 播放器，为大型专案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让我们来了解数位看板专业方案的功能和优势。 SMP 播放器。 SMP 播放器里的 SMP Neo 2软体为您提供全新体验，具有直观的界面和优化特色。直观的界面设计增强以及简化了使用者体验，让内容管理更轻松。弹性的中央排程功能，您可以安排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或一次性排程，也可以使用排程表或日历显示。网页整合支援，可以截取网页特定区域或结合推特与即时天气资讯两种热门网络服务来显示在你的数位看板上。您还可以享受三种播放模式，同时享有网页型与区块型多媒体播放器的优势。你可以直接在 SMP 播放器自行设计专属的模板内容。看板中的影片、图片与文字跑马灯区块的数目没有限制，能制作的区块数取决于你的硬体选择来释放您的创造力。线上免费更新丰富的云端资源库，可以下载最新的模板资源以及时钟设计。SMP 播放器提高了系统可靠性，提供您更精简、更快速、更安全的环境、平台、系统、结构。您可以使用随身碟或外接硬碟轻松扩充您的媒体储存空间。CMSSE 伺服器。凯英科技的 CMSSE 伺服器软体可以安装在您自己的电脑硬体上，也可以安装于云端。CMS60 则预设安装 CMSSE 伺服器软体，协助您快速启动您的数位看板专案。CMSSE 伺服器是精简的软体，可以有更快的回应速度和最高的运营效率，提供可扩展的管理结构系统，远端高效的管理您多个媒体播放器。CMSSE 伺服器可以透过摄影机、电视机上盒、DVD 播放器或其他设备来进行实时广播和串流直播。可靠又强大的系统提供您更安全的环境、平台、系统、结构。如果播放发生中断，网络错误侦测功能将自动转移连接，以测安全。综上所述，您要如何选择 SMP 播放器和 CMS 伺服器？请查看 SMP 数位看板播放器与 CMS 内容管理伺服器的选购指南，以寻找合适的产品。欢迎到凯英科技官网了解更多，或 email 至 sales@kinetech.com 与我们联络。